有什么事？支配之律者被消灭了。我知道。他的核心消失了，下落不明。但我今天不是为此而来。你想问什么？当我用律者的力量与人偶对撞，我的意识被带向了一片难以名状的空间，那里应当是律者全能的根源之地。我感到有一个无边的意识笼罩着那里，那意识似乎想把什么直接灌进我的脑内，但这种尝试却被我体内超额溢出的电磁波阻挠了。凯文，这让我产生了困惑，如果那个意识就是所谓崩坏的神明，他真的会仅仅因为这样的原因就无法影响自己的使徒吗？从上个世代战斗至今的你，前文明最后的英雄，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。你究竟还有多少秘密没有告诉这个世代的人类？我需要一个回答，就现在。没问题。现在的你有那个资格。什么？寻求答案的资格。凯文，凯文，你可真爱给人添麻烦呢。